好，那今天谢谢 Nestay 跟那个 Tiff 有帮忙，就是做用工人智慧建，就是建了很多色码表的那个，把它变成结构化资料。因为目前有找到一些土地使用分区的一些这种色码表，就是他说是什么颜色表示它是什么样的用途，然后就是今天有把这个色码表把它变成就是这样子的结构化资料，然后也做出功能出来了，所以现在就大家可以网址在这里，然后大家也可以用手机连到这个网址来，然后里面就会就是可以帮你就是先帮你会导就是先定位到你现在所在的位置，然后就可以看卫星照片，然后下面这边就会怎么只是有问题，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是什么，它是什么什么样的那个用途，然后过去几年的变化。所以例如说这块土地是对以前是住宅，然后后来变成水田，然后为什么这边版本比较旧，对啊，点一下身上。托尼，我们搭一下身上那个。土地问题使用山猪的价。那个山上，我们要怎么去山上呀？左边吧，左边，左边。往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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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对，往上，往上这边。还没，还没，还没。再往上。不是，再往左一边一点。没有吧？那是往河边的，应该往下。没有往下。哦。有山在这边吗？哦。哎，怎么这又有资料？你要往你的右边下方。哦，对对，下面还有接那个，另外是它一些什么土地使用分区啊，跟公告限制的资料。哦。对，所以就是你就随时这样子转。土地限制。对，多少限制？多少限制？就是纳税。他们有拉那个实价登录进来。哎，你可以拉一下实价。乱许愿，乱许愿。你不要再害他们了。不会，他说没问题，等一下十分钟给你。对，哎，所以到底山道在哪里？山道到在哪？啊，这道在下面。但是这里可以看到。对啊，那一堆房子在哪里啊？就是二号农场吗？嗯，接二号的农场那边。对，在二号农场在哪？看不懂。我也不知道我们现在到了哪。那个光。光应该是黄黄的。嗯。五公那边。嗯。光在这。光对。哦，对，所以它是不是在这个方向？啊？啊，左边呢、啊？嗯，所以这一区吗？不是，在左边。我们是要再进去。啊？我从前面上。那边开始有一些房子了。嗯。那个有池子，对，有池子，那也是房子。就是不是？对，就是对这个。不是。那是有。对，蓄水池，蓄水池。那条这条路是哪边的路？俊哥，你认得出来吗？我应该对，应该偏。我再近点。哦，对对，这样看没有？对，应该是看这样。园林在这里。因为它是在。没有啦，这边还你要先过南埔国小吧？因为我们在南埔国小，在南埔。对呀、啊，在南埔。南埔。然后在公墓的。这条路，对，哎、欸，哦，这个是庙，这里，那你这里换，再往下，应该就是这波塘尾那边。好，我要换一下卫星图。哦、嗯。对，就是这里。哦，对，哇，好厉害啊！对啊，如果是用手机的话，你就走到那边，然后只用手机可以转动，对吧？你都会发现，白山里之前真的有跟原始林，所以是一般农业区，不对，不是阔叶林，林地，大部分是林地啊，有
对，然后但它的使用分区是一般农业区，农用地有一部分的、啊，它不是全部都是。嗯，权利人类别是本国人，对，100%，100%，所以没有那种的，就是不是，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会是持分的，哦，就是说一块地，个人一起的，哦，对对对，就是这里，这后面那个这个房子在这里，我们专门看音乐，哦，对对，对，那个生态池那边，嗯，所以要82年还是树林，但后面就变成住宅了。哎，你为什么变纯住宅？哦，为什么这块纯住宅？是不是有 bug？ 我觉得可以有 bug， 那个土地它很可能那个既有，哦，既有的农舍，他就把它登记下去了。搞了嗯，我们南庄地区是，哦，是这样子。对，对，哦，嗯，就是要几年之后嘛，建了嘛，几年之前。你如果已经建了，他就承认你是继承。现在那个地标，那个就是农场那里，对不对？对对对。哇，这是可以看这么清楚哦！我的妈呀！这是福卫二号的那个图纸。这中国要打过来太容易了。不要怀疑，老公，你的北斗比这个还厉害。太厉害，可以看到我在哪里。可能30公分到，路有点宽，所以它涂的比较慢。它那个地方那个，我们盖的铁皮屋还没完成那栋出来。哪一栋？是吗？右边下右下那个，所以这是很新的、欸。那个水池也有啦，对啊，2018年，这应该它是2017年的房子。2017，你在的时候，对，2017刚刚批的样子。我对，一个人一尊一重，对。哦 ，OK， 对，好，很棒。好、哦，谢谢汪姐。